还有最优秀的一个王，对，他为什么成为那么厉害？他父亲我们知道自己，然后他爷爷那一辈在当王的时候呢，他父亲知道自己年纪大有限，他很困难，真的。始东市场的整条后面都在卖血肠，前面巴拉门区呢都是用品比较多，吃的在比较后面一点始东市场这里。然后我今天吃的是猪肉汤饭，因为这一家的猪肉汤饭还算小有名气。啊，这一份就这么多了。你说你刚刚几头猪？好滚啊！把那个放进去，味道更好。小虾你要放进去。你要不要辣？要。猪肉汤。那就有点不务正业了。啊，不务正业。投诉你？投诉我？啊，汤很浓，好吃。嗯，好吃。我不输给釜山那边的。哦，真的。真的不输给釜山。你们有点不错呢，还要不错。哦。啊，有吗？没有吗？你们有没有在汤里面要放韭菜的？很浓很浓的，不要吗？猪肉汤饭。我要买些哪种？你在哪种？猪肉汤饭精髓。嗯。OK。要不要？要不要加韭菜？不加韭菜好像少了一个味道。加这个韭菜，那个拌起来进去才好吃。太剩了，因为一开始就要放进去。对啊。猪脚很多，要多吃一点。水源南门市场区卖的主要是一些衣服跟生活的用品，
那八达门市场区也是如此，在路上随意逛逛，还能够遇到水源华城专属的观光列车。来水源华城观光多了一种选择，你可以搭乘这个观光列车，多种线路可以选择，你一览水源华城的风光。好的，接下来就是要去爱宝乐园的时间了，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咯，拜拜。